还够三百钱给你买，他给你来两百块来，三支给你，四支给你来，来五支、六支给你来，七支给你来，八支、九支来，十支给你来，秒二两支的来，用煎的、用烤的，气炸锅都很方便。来两百块来，四支，来六支，来八支，来九支、十支来，够三百块了。你今天够吗？翠霞姐，秒二两支的来，很快，最后一位了。来只四支，来只六支、七支、多只，八支、九支，啊，这你袂晓？好啊，虾嘛好啊啦，虾啦，虾好袂啦，会当等于煮啊啦，虾好袂啦，好啊，长得好啊，有啊，听讲没有你啊，等我啊，来虾啊，拄啊包好了哦，虾啊上尾来，来有买虾子的，稍等我一下哈，来来了，来虾子，来拄啊虾啊上面两尾来，来我挂你，我挂你。一份两份，一份哦，来，哦两份，不能接这两份，然后放在恁家的门口口啊，你拢无看到。来，花枝所卷来，拄食无买着，卡手卡面的，剩两箱尔，无啊，八个人给你。八十个人而已，花枝所卷来，有买过有吃过就知道，这个超好吃的。这里去板凳了，捌食过啊，餐厅了，捌买过啊，都捌食过啊。四支，四支蒸起煮好卖你五十块，足好食，但是无俗。我给恁大家拢买，你八支一百，给恁这下买就两百买，来一百块啊！这花枝所选，只有八个客人，拿钱快点，卖讲八支、九支、十支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支哦，来一百块来花枝所选，一百块，大两个人加银钱哦，来大个八支嘞，来十六支，头家无滴啊，十七支、十八支，五个，最后三位，一个二十支哦，恁来一百块来花枝所选。真正差五斤呀，太奇葩可能。人拢做八斤，人十五斤就等钱啊！你连可以到要等钱啊？停！八人个一个十几、二十几斤啊？无啊！我知影，我知影人情啊！真正差五斤啊！你是要交钱啊？交钱啊！好！你这边也唔行，那边也唔行。我你平价会卖吗？伊也卖个价贵啊，做对啊，我来讲。那我加派，那我加派啊！搞到我提就好啊！我毕竟咩，这礼拜吃 cupcake 啊，大家卖怪啊，妈你家念啊，好啦哦，拜咯，哎拜，迄个车弄掉咧，伊卡哦六倍，伊只车当场毁啊，伊卡六倍呢，伊只车当场毁。啊拜三哦，伊牵狗啊散步，互狗啊拖咧行。来，有要吃百七来，来两百块左右。啊，你啊用，我要收惊你较做伙来排队啦，哈，啊，我慢排收钱啊。啊，啊，你若要收惊，一人扣八百，下个挂贴身啊，来要吃卖两百块左右。一百伊啊太好啦呢，两只就七十块，只八百卖你四，六七八三百，来两百块来，十八号你来，十二号你来，十四号你来，十六号你来，两百块杀好了，回去干煎就好了，解冻就可以干煎了，规矩，加个四杯。加十六杯拢给你，二十杯给你，来两百块来吧，一来一人买一份，等于炸煎哈，这个解冻就可以煎了。刚刚说要留一份哦。来十二条，来十五条，不用留了，应该够位了。应该够位了，应该够位。来二十杯来，两百块来，啊这边来，我去钓几杯都有。来两百块来吧，一够三杯杯就给你。来两百块来吧，接啦。哎，这个真的卖你们太便宜了，这没啥消费物件啦，顶杯了，来十四杯。来十八杯，来二十杯，我你来两百块，搁少两样，搁少两样，来两百块，百二啊，拢买了没？啊，真得啊，这无啥拼搏，这无啥功夫，百二啊，两百拢话呀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底卡要哪拼？暖暖底卡，暖暖的。来，红龙鸡块，想吃的不用再解释了，五百块来，一公斤两百五，这样就是两公斤一起卖你们，免五百块，比你较俗的，来三百块得。两公斤哦，来三百块，不用解释了，这免花了，这恁行情恁拢有底背啦，无要笑的啦。来红龙鸡块来，两公斤要卖五百，不用来三百块来，上这天价了，赶紧来。来红龙鸡块三百块来，够三百块点来，两包卖你五百，唔卖卖你三百，最后两个人给你红龙鸡块没有了哦，安尼春节人给你红龙鸡块，来紧嘞紧嘞，来三百块来，来一样两个人。来三百块来，最后一个人给无红龙鸡块啊，紧嘞！最后一位了，安尼这两百块你摆好了，安尼个物件摆啊，来暖暖的低卡来，暖暖的，哇，这偌重！哎、欸，一斤嘞！来，有要吃哎、欸，一千的找钱来，暖暖低卡卡紧嘞哈，这一包一斤重啊，
你去暖暖家偌济？暖暖家500，四啊五，爱用我烧，边啊都有用豆油你混。你等下哦，我这嘛有一包豆油你混，来这啊买一包好，来买500，买400，正尔无几支呢。伊这是切好的，伊说是几支的。哦，来啊，拢有甲你切好啦。来，这人买一包一斤豆，卖卖你500，卖卖你400，来300块，这人买一包来。万暖地卡，来300，有人要吃万暖地卡无？哎，论二月还袂过，你还袂等于看爸爸妈妈，今日买两包地卡，等于爸爸妈妈吃，唔免500、400、300，一包卖你200了，200块来一斤，一斤中了万暖手表，来200块来，这人买一包来，小姐要赶快。贵场，咱一日要等于看妈妈呢。咱们拢包现金噶？包现金，咱嘛对无？你包啊，我万暖地卡替你送我妈妈。我来讲，带你上有效，唔免200，我出一几包尔，靠呀，这200已经无太厉害，都唔免200，都赚50，来150，一人一包来，一斤重哦，150，万暖地卡150，你敢要买一半嘛？买无？150嘞，地卡足贵嘞，当作作俗哟。来150，要几包？赶快买，好，收起来了。那我过来介绍，不过要今天来拿、哦。来，多谢人哦。哦，这下我多用金彩哦，就笑伊啊，大伯伯。哦，来，啊，后边都有咧包啥无？哎，小谢，来，多阿鱿鱼来。很贵啊。你唔知我咧讲啥啦？差不多了，你今天个五千，你一礼拜咯，爱等一礼拜过，伊看正常。来，三个人去吃，客阿鱿鱼，这样开500，开300变台200块回来。三个客人，下面都是哦。下面都是哦，看一下啊、哦，来一份就是200，来200块来，100你去小北花那边得啊，慢来我加花，好来200块来，三个人去买，一半拢我哩呢，来200块这样，我看偌济你买偌济，唔是你买偌济，我买你偌济，咱这是花场啊，唔是小北哦，好拍成啊，来200块来，200块只有三个客人买，赶快哈，来200块来。200块来，我这是饼量口遐俗啦，啊！你要买是南山的，你就去甲小妹红谈倒啊，唔茫讲遮吼，啊，佫袂少，佫要卖你俗。来，最后一个，各位有余200块没有了，不好意思，吃得完再买，哎、欸，吃不完不要勉强哦，唔茫勉强，家己做袂爱来代志，好吧？来，你为200块来，最后一个人给。来，各位有余来很多哦，来200块存几分名，啊，别别，赶紧。200块俩拢装备了哈，来谢谢安哥，来来上我们吃托特的来，有这个，安哥等一下那个小香给我，这个还是两块钱啊，看人家应该是看人家较对呢，小香的给我，来哦，来来来，啊哥够托特啊，我不是卖完啊，上面吃托特的来500块来，来大哥来，吃白肉哦，无大块但是足够你看下，很厚。啊不大片啊，因为进偷偷啊不对不对列啦，所以我嘛唔敢甲人客，唔敢甲厂商竞啊。规期袂你俗啊，三块就四啊五啊，四块500啦，遮拢互你啦。来500块无啊啦，无偷偷啊，免阁等人，一块存无100块嘛你。来阿龙鳕鱼300块，一盘送未？你送老的个，老的只，老的三块。来300块来龙鳕鱼，免啦，300。小姐啊，200块给我了，就好了，没有了。干脆你龟腿也买一买好了啦，啊不赶快了，不赶快了吼，我是讲不赶快，但你要卖伊，多少鱼青鱼，啊再要卖我，先赶快200吧。龟鱼头啊，回去煮味噌汤啊，很漂亮诶。100给我，我就要卖你，不用了，你说不用就不用，我说我都没有面子了，我都没有面子，这么多人在看你，所以我说不要。来要吃白带，来开300了，300块来招一个人去买来。白带中国对针对向做掉，无啊，春节尔，有要吃，今仔卖花300，但是后抓来我也花300，你毛白讲，我今仔卖你偌条，来200块来去对针去对向，200块就好了，一块中国就要70块啊。只六块卖你4啊2，卖你400就受伤，来300，我无靠腰，我已经落起来了，来200块来招一个买来，白带200块来。一个买了，这两块搁请你买一个，来200块见到啦。来白带200块，来要煎无？无啊，无要收来啊、哦。靠呀，这不要白200呢？下次一份300啊，不是200。还有什么？来白带200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来200块来，尾鱼啊尾鱼，好。来白带200块来，进来进来。来200块，搁有啥物食来无？有馅饼呀，馅饼过去无？来200块，搁有啥物食？白带中锅类、煎类、香类、煮，通通会使，气炸锅。
来六条，你七条，你八条，你来两百块来，八块来两百块。后来要煎嘛，弄完哈，这煎起来很香的。为什么你们不会煎鱼啊？来了尾鱼啊，画画啊，鸡腿哦，鸡腿新的要来，韩式鸡腿出现。来，我们讲陈阿姨来，随便哦，拿一片小片的不算了，大片的随便一片就要160了，不睡吧？这鱼好漂亮嘛，刚刚王伟讲的，讲哦，这点来表很多，看这里的好漂亮，那蛮好漂亮，我比这边寡妇啊，我不太漂亮的卖你们。两片就300-400了，来，想要吃500块，三个人加八刀，我看要三个人，来两个人加八刀了，让你们多吃一点，来3片500来，谁要吃尾鱼的，来这一片再带回家来500块，哎五百，无半样买称啊，加了，要加900来，要加900，加90，来500，来恁两个买八刀，来500块来，最后一位了，尾鱼500块，称啊已经有升多。500块是买袂到呢，卖懵啊！来500上买，陈阿姨。Yeah. 有人要吃陈阿宝，5、4、3、2、1，谢谢。很平的，听得下吗？明峰，拜拜。好了，不用开会了，来300给我，一把都给的。来各位，1万元了。我就没冰，我怎么给你冰呢？无理取闹，你。来，我们吃进来韩式，哎。秘制酱油鸡腿超好吃的哦，这是整只的鸡腿哦，5.6，它不是我们一般的酱油腌的哦，它是韩式的酱油腌的，超好吃的。所以我吃过的真空鸡腿，这个上好吃，它是整只的鸡腿真空的，它不是生吃型的啦，是椰肉啊生吃型的，不是鸡腿生吃型的。来，两只的百六啊，有要吃的来开300块来，3-5人来，等于烘等于蒸，随便你煮，随便好吃，这么不老，甲宝哥讲啦，宝哥。后礼拜有真空牛啊凉鸡腿啊，哎，谭永林，有伫山顶无？无。谭永林啊，伫山顶叫唱一条歌来听。来，我要吃的4-300，互恁去吃无贵啦。这个秘制鸡腿真的不便宜，但是超好吃的，一人一份，来200给我来。秘制鸡腿来200块，4-300的1800，我两个人开金钱，我咧也袂作班呢。后壁加水够偌济？无啊呢。超好吃的，你用煎的，如果没有时间用气炸锅，好，我用那个来卖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这个个啥哩？五鸡哦，零四鸡无听，来200块了，我给你起价哦，三块卖你200呢，来再送你一只，超好吃，阿姨一只剥骨来，你哦剥骨来，来最后两个人给你，它只有脚踝那一块软骨而已，其他都是鸡腿了，哦，它中间的骨头已经都拿掉了，来最后一位了，没有喽，真正好吃，秘制酱油鸡腿，来200块。我今年5斤200，别个还剩一分，你厉害！来，阿伯伯举手，秘制鸡腿超好吃的，来，大哥回来，感谢你啦！你只要好吃，我袂骗你啦！你吃到就知影我无骗你啦！哦，讲我坐无路用，来啊，东西好了，来分一下，来阿伯来飞机摆小分阿伯伯啦哈！好，来，这个是花枝手卷，来，刚才谁买的？卖掉了，花枝手卷已经卖掉了。哦，来，都阿伯伯伯就无看到，来，然后你这边哈，开始，我来。我来两份，来帅哥来，谢谢。来，还要吃飞机牌来，多少无买着，今年啊，全部改接下来200块，3片就100了，6片200，7片8片9片，这里10片刚刚好200块。来，我要包一片。要煎要煮要气炸锅拢 OK， 100块来700块，100块来花枝牌，100块10片给你啦，不是200了，来100块来。要吃飞机牌，一人三四个人给买的，来100块。先买两份。贵啊！安尼四个人客拢有啊吼，好来谢谢一个幺60几号伊，来一个60地号，我今日才面对完啦，啊免啦旁机旁路啦。哎没有啊，还能包啥？来，阿要吃馅饼，小刚阿来，哎馅饼够几包？来馅饼剩下这里哦，拄啊讲要摊包，我讲今日无摊包，要馅饼，130粒卖200，130粒卖你800，足俗啊，这样一包。4个，哎四个人客尔，这样摕一包，来700块完。来爆浆猪肉馅饼，来700块，100块，超好吃的，来700块了，来馅饼100，今年存3包呢，存2包，存1包呢，好啊，这个好吃，100块而已，吹做早顿，真正做点心，来700块，最后一个人客无啊，存1包，哎，啊汤包的无爱馅饼，这认真的开好吃，汤包无爱馅饼，馅饼跟汤包无共，无汹涌的对吧？哈，来小哥开500，开400来。不，开500，我是花生，像那个花饼，来，这两边就是那500过来。哎，真的很漂亮哎，虽然无大只，但是包做出来这只90块哎，刚好我一百来钱都有呢，因为这身都太水哎，
来，一半卖五个，一半卖四个，要紧。我讲给别卖花五百，但是四个客人买这一盘，一人一份，不用五百了。下次来小卷是一份五百啊。你那边进来，来三百块完了，三百块来小看，全部免五四，三个卖了，一半拢我你来，看经营钱来。三百块，小哥今天可能花三百多了。来三百块来，今天这好吃，这做这做在身上点没啊？大哦，看了我没有你听，你要注意听我讲哦。来，大哥你要几份？小卷。哦，伊呢边伊无来哦，我紧我紧 ，OK， 来三百块三个来哦，来三个人给他包完来。来一千块水饺。我是讲你有搞讲你咩？我无甲你问歹势啦，系啦，我紧问咩？我紧问咩？大姐呀，对姐大姐，你个小姐讲大姐，你是要叫咩啊？你人你人开干咩？你小姐歹势啊，个蛋姐啊。阿妈，你来做啊。敲杯端喝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这是鸡块哦，这个是老店面一家我有咧看，伊只有高分的鸡块，足好食，超好吃的。但是伊有一包酱，一包酱你茫听掉，那一包酱就是蜂蜜芥末，伊这东西伫餐厅咧用的物件。哎、欸，啊，即卖咧特价啦，嘿，我闹倒卖啦。即卖特价两包三百，本价一包一百啦，好啊。后腰两包三百，讲啊，你讲啊，家人去讲特价。好，上山啊，高粱啊，特价。无，你较艰苦。我讲今仔这店咧卖无俗呢，这真正是特价三百才买得到呢。你较艰苦。来，这人摕两包，用真的用钱的记号，你的蜂蜜芥末，你甲人买。你讲下来下去，我变。搭板板的，做好食。哎、欸，我嘛是想一定要拌哦，那个拌下去哦，我讲你个个真的吃不到，两包唔免三百，特价再特价一样哦，你切价两百块我做，两百块来，蜂蜜芥末拌拌鸡，超好吃的，我们昨天才吃到而已，来两百块来，蜂蜜芥末拌拌鸡，真正好吃来，两百块来，虽然讲哦吃泡面无，我冇拌拌鸡难陪，来两百块来，今年够三百买了拌拌鸡，全家俩不好，回家今年来两百块来，不啊。不来啊，哥五来搬搬鸡冷拌过来，都买到了哦，超好吃的，这个比我们家的鸡块还好吃。但是哦，有些饭店就是你买无回啦，我阿多个袂恁遐俗啊。哎，你那边原价一包一百啦，好啊，来，阿要食鲍鱼，慢买五百鲍鱼，等足久啊，开始办来三百块啊，一人一份，今仔日无要花五百块，恁买啊，哦，买较少的来三百块给我就好了。一包八十的，两包给你，三包给你，四包给你，这怎么煮？这不要煮了，你回去解冻，它就是一盘冷盘的鲍鱼片料理了。做好价，五包四包，三百块可以来，一包可以买的，来三百块一个可以六包，来三百块来鲍鱼，要吃较紧的，这免煮啊，这熟的哦，我阿无等于你甲煮埋，煮鲍鱼埋埋会使。来三百块，哦啊煮汤，哦这口味足好的，来三百块来，紧的，最后一个人给鲍鱼三百，都有三百块的鲍鱼，紧的。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位了，鲍鱼，阿你拢关掉咩？鲍鱼，阿咯，等别姐吧，来三百块，海鱼，拢咩了？鲍鱼啊，来谢谢。好玩的地方，来，小哥你要吃什么？一个哦，鲍鱼再给我一个，金沙好，哦，虾来虾，鲫鱼好，抓来抓，好吃啊，美鲫鱼来一曲，都是色。关键小姐她单独过啊，一个是摄影的色，哎呦，欢迎你去，今天的照样进，可是台语的发音是。阿妹，你照。来花枝牌，你只三两。来花枝牌。来回去牌来。抓。不是。不是，阿哥起来嘞。哎哎，回去牌不是。哦，来来，不要睡着了。你咩？十块一百块的无？小卡有啊，得落啊，得落啊。来，要吃旗鱼的来，超漂亮，这不是河鳝。这看形啊，人咧讲看形啊，旗鱼做只，我做有一个。哦，你看，看伊，看伊肉面就知影有油脂无油脂啦。蒸起卖歹啊，无蒸起三毛少多，都好食，一块头百五啦。这个鱼口无少啦，尤其只青条啦。来，要吃五百块啊，都鱼来。来，三个客人吃掉了，其余五百块来。来，先招前面来，其余五百，这块够你啦。来，五百块都，你大家真欢喜，来，这块够送你啦。来，其余五百块来。来，恁三个人加买都，来五百块来算无？你收钱可以啊。啊，四块六百块啊，买袂开，来五百，来恁三个买买来，这块够恁啦，来五百块来，买钱了，只有五百块来，五百块，有人要煎鸡无？袂紧的，春节呢后壁无啊，来大袂紧的，用煎的三毛钱得啊，卖半盐哦，因为煎肉足嫩足油的，足青的，盐半的，等于蒸起同款，来五百块了，来最后一个人给鸡无啊？五百块来，最后一位了，五百块不用了，这里少了一片四九九得啊。包括卖烧啊、烧啊、烤烧啊、白烧啊，我因为只减一点，所以我讲起来四百，一个人给都好啊，没有其余了。四百块都买到了吗？都准备了，五四三二，谢谢。
迄个大爱，恁两个拢有买对呢？啊，你先等一下对无？才阁卖，你敢会收债？收债啊，小姐，阁卖你敢会收债？收债哦，我因两个拢话要惊死。五百加买呢，啊，我叫伊买四百买袂落呢，啊，无安尼好。才阁两袋啦，啊，才嘛阁两袋，啊，落恁两个甲我买啦，一人阁一百块完好。停，你要冲啊！不要轻举妄动，来落啊发挥。高压不对了，我怎么卖你一百？不能加冰，这个卖那么便宜，也要死啊！别当个加冰了。来，你讲安尼派气呢？总裁爱加冰，哦，免啦，免加钱啊啦，是啦，加冰不紧啦。来啊，别三只包啊，好啦。来虾仁，来虾仁，哎。小坑啊，海银！我带小坑啊，三尾来。你问看这三位，你甲我讲海银。来海银先我，海银先我，海银哦，较济人买好啦。来，免五百啊！你这关心不贵，多不贵。来，六个人给你哦，虾仁很大只哦，想吃虾仁的不用五百了，买三百最底价。来，你这样免三百，来两百了。六个人给你，今日要吃海银的，对炒饭、对炒面拢好吃。我无咧看两百，我为人客，你只系两百块，爱咧金线加起来金线，来两百块来，六个客人而已哦，小诶，虾仁想吃的动作快，两百块两个买呢，我大户里面，我猜我两百块恁买，来包金包两碗起来来，来啊你们要吃什么来？来牛肉汤，好嫩鸡哦，我的口罩才是彩色的，要比嫩鸡呢，来牛肉汤谁要吃？这才是偏黄色，来三百块。三个客人买得到而已，没有啊？又发了吧？到尾一半的嘛，来三包三百，来四包三百，有要吃五百汤的，两个人加买六两，因为我这包搁要请你，这包搁要送你，总共四包五包六包无啊？我大爱，是的，无啊，我存钱呢。但是我卖较贵的，恁就买对啊？我拖啊，六包三百包无啊？两个人。哎呀，是几包啊？哦，我讲要一包人家，我是讲开六包跟一包呢。王公要问你。六包呢？好。天哪、啊！咦、欸，来好，阿要吃金线来，1000块给我来。这个礼拜有鱼蛋进库吗？千块了，这个礼拜好像没有。没有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上那本啊哈。上这猛鱼蛋。王公。王公。孙明大哥，我爱讲，你这礼拜吼应付啊，想无用啊。所以袂记得叫伊两，来1000块得，真的啦。刚才有人买了，我又没有骗你。金线鱼现在超贵的呢，基本都靠边我爸呢。你看我没有话，来1000得。今天啦，我无骗你啦，想要吃伊啊，1000得。来一个买得，1000得，来拢互你啊，来1000块一个买得。海瑞啦，真正金线无遐俗的啦。我知你拢爱食好鱼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为着你啦，两个客人哦，来500块给我，快哦！500啊！我无爱卖500，我卖500卖赚几个万，来500块两个人给买了金串。行。不要不要。我大只鱼啊贵，不是我卖你贵，还是谢谢。来两只1000块，啥物食两只的多？是不？是不？是三四百来，三百有你来1000块来，谁要吃两只？小姐要吃，大也要吃，来我来讲，安尼我好较少的，互恁两个拢买着，来两尾开。